我刚才讲这个恩典和律法，我现在讲这个应用。现在这个图片，你就看着我就可以了。在恩典中推动我们遵从神是怎样应用出来的？方法是这样的。我鼓励人的时候，我鼓励人祷告，我会怎样鼓励呢？有些人是这样的，律法的鼓励是这样，你要祷告，你要祷告，你每天要祷告，你要悔改，就是你要，总是用要这个字。我通常不用这个字，我通常是怎样说呢？神有很多恩典要赐给你，神已经为你预备很多恩典，是你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。当你爱神的时候，这些恩典就会临到你身上。我用当你，当你亲近神，神就将恩典放在你的里面，是神已经老早预备的。诗篇139:16，你神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神已经写在天上了，神给我们的计划。神的计划不是说啊，你没有用啊，你什么都失败啊，你要离婚啊，你要被人打啊，被人骂啊。神不要写这些，神会说，虽然你有困难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会给你力量，我拯救你，我陪伴你，我差遣圣灵感动你，我给你力量，给你恩赐啊，给你道路，给你机会，这个是神预备的。我们怎样进入这个计划呢？罗马书12:1-2，当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呢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能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将身体献上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能够发现、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的旨意。这个旨意已经写在天上了。所以我鼓励人遵从神是这样的，神已经预备一个计划，你跟从神，你将生命献上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被神改变，你就进入这个计划了。我会说，神现在做了他的工作，当你跟从他，就会进入他的计划，是神为你预备的，不是你想出来的。我的生命的教育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是神为我预备的。当我信了耶稣不久，就有一个人对我说，当时我已经有信侍奉神，这人对我说啊，我愿意帮助你去外国读神学。他自动说出来的，不是我要求的，不是我问他的。然后当时我还不相信，所以我没有回应。过了几个月，他说你有没有将你的读书的资历，你的读书的证件传给这个申请大学了，我当时才知道他是认证的，我就传了。就是说，神已经有计划、有恩典了。当你跟从他、爱他，就进入这个计划。所以我鼓励人祷告是这样的：天上神已经有很多恩典。当你相信的时候，神就为你预备。圣经说什么呢？你未求已先，天父已经知道了，他已经知道你的需要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，不是说神啊，我要钱啊，我要读书成功啊，我要什么，我要什么，我要老婆啊，老公啊，我要儿女啊，我要什么？你不需要告诉神，神已经知道。我们可以祈求，但最重要是我们爱神。圣经说爱神，神就为你预备你眼睛未曾看见的恩典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啊，我爱神，感谢天父，天父真好，神就为我们预备，所以我就很轻松了。我就告诉人，祷告是这样的，神已经预备好了，你相信他，你亲近他，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。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
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能够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所以我不是说你要向圣灵献上，我不是说你要，我说当你这样做，就能够进入这个计划。你的爸爸会对你说，爸爸爸爸对你说，你回家的时候你有些饼干啊，有些食物啊，你来就可以吃了。父母这样说，父母没有说你要进来，然后那要拿这个食物就吃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的父母爱你，你就说你回家，你就去这个冰箱拿这个食物出来，你就可以吃了。这个就是好的父母的话，神也是这样。我鼓励人读圣经，我是怎样鼓励呢？我说圣经有很多应许，但很多人没有活在这个应许里面。他们觉得我很苦啊，很辛苦啊，很多麻烦啊，没有力量啊，都是这样想的。但圣经说什么呢？很简单的，你爱神，神就为你预备很多很多的恩典，你想不到的恩典。你遵从神，你就是建造在磐石上。你倚靠他，倚靠他的人必重新得力。圣经很多应许的，你没有留意到啊？圣经很多应许就告诉你，神会陪伴你，你就如鹰展翅上腾，必重新得力。圣经是不是充满这些应许啊？但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些，只是说你要。所以我告诉人，圣经很多应许，你留心看，你看了相信，然后你抓住这个应许。很多人读过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赐，但他们读了之后就不觉得什么，就觉得自己做了侍奉还是不够好，所以没有用。但我鼓励人，你将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赐，你真心去做，虽然做的不够好，你真心去做，神已经喜悦，就会祝福你。这样的话，人就愿意侍奉神。你明白这个分别吗？一个是你要，你听我讲到两天，我都没有说你要的。我不喜欢用这个字，因为你要就好像你要做，你要遵从。我不是说你要遵从，我说什么？神有很多奇妙计划，当你遵从的时候，你就进入神的计划，你的生命就建造起来了，因为神已经为你预备了。当你遵从神，神就祝福你。好了，我鼓励人侍奉神是这样的，你能够拯救一个灵魂去天堂，神很喜悦，这个人也很开心，神会祝福你，神会给你智慧聪明，神会欣赏你所做的，所以你去传福音，神很开心，神在天堂在笑这个人很努力传福音了，神在这就在笑。所以你去侍奉神，神很喜悦的，你去帮助人的灵命，帮助他们爱主依靠神，神很喜悦，他就会给你力量，给你聪明智慧，你努力去做，神就喜悦，神就祝福你。我是这样鼓励人的，我不会说你要侍奉，我会说当你侍奉的时候，神就尊重你。圣经说什么了？若有人服侍我，天父必尊重他，神会尊重他。这个人神尊重的话，神必定看重的。我感谢主啊，你们的老师几次听到圣灵的声音告诉他，叫任务去教导相信任务去会帮助你的事工，完成你的事工。还有说不要担心，因为上次我有病，他说他很担心了，然后也圣灵对他说你不用担心，他是我给他这个托付的，这个他是有这个使命的人，我必定保守他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所以他就知道他可以轻松，他领受神的圣灵的声音，就是说我们做神的工作，神必定负责，所以我是做得很轻松的。关于这一点，还有没有人想提问他？有些人说是不是要圣灵充满，我说当然好，但其实当你抓住神的应许，我做什么遵从神，神都喜悦，所以我可以做得很开心，所以很轻松的做，所以我愿意去做。
所以我愿意思想圣经，我在家中常常都播放圣经的，我常常都听圣经，思想圣经，应用圣经，我喜欢圣经，我很喜欢圣经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应许，所以我鼓励人读圣经放在记忆里，然后我鼓励人去祷告，你亲近神，你不用说很多话，你就说耶稣你真好啊，哈利路亚，你喜欢神，从早上到晚上都喜欢神，已经去祷告了，然后你尊崇神，神很喜悦，你侍奉神，神看重你，必定提升你的生命，你帮助人的灵命，神必定喜悦你，这是我鼓励人的方法，当你侍奉神，当你侍奉神，神就喜悦，神就祝福你，你愿不愿意啊？愿意，你的生命就被提升，当你侍奉的时候，不要说啊，很多人很难改变，我告诉你，我看着你们有些比较有心的，有些是还是做不定的，但我不要紧啊，小孩子不要紧，有些啊不能听得懂的，我不要紧，但我就会说，我做了，我可以做的，我轻松做了，我开心做了，你领受多少就领受多少，我就开心了，我做了什么我就开心。有一次我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人不信，我的里面就不开心，我就祷告求神帮助我释放这个不开心，神就给我这个意念，你传的福音，例如这是这个人，这个人没有信，没有信耶稣，有一天在审判台前，神会对他说，我的儿女向你传福音，但你没有信，所以你得不到我的恩典，但我的仆人向你传福音，我喜悦他，我就祝福他，赏赐他，所以神就告诉我，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虽然没有信，神还喜悦你所做的，神会赏赐你，神会祝福你，所以我们传的福音，他信不信，我当然我希望他信了，我尽力去帮助他信，但他没有信，我还是放手，我还是轻轻松松继续去传福音。好了，有没有人有提问呢？关于怎样鼓励人，鼓励自己，鼓励自己读圣经，鼓励自己祷告，鼓励自己去侍奉神，尊崇神，我是这样鼓励自己，我是很有动力去做的，我永远不想停的。有些时候你们的老师说啊，你休息一下，有人过来问问题，我说不要紧，我有很多精力，我有很多力量，虽然我72岁，但我很有力量，神给我力量，我休息的时候他们要5岁，我说不要紧，我教你们弹琴，有些人学弹琴，我就说我不需要5岁，这个就是我愿意侍奉神，愿意全力的侍奉神，因为我知道神喜悦，我是也是很享受的，很开心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，你们带领敬拜也可以很开心的，你们带领就笑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我们啊，我们也爱耶稣，你看着我啊，怎样带领敬拜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我们赞美主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就自己投入的赞美主，也告诉人神很喜悦的，常常用神很喜悦，我们爱神的，我们爱神，我们神就很喜悦，我不会这样说，你们要投入，我会说当我们投入，神很喜悦，神也会祝福你，哈利路亚，是不是这样说话更鼓励人了、啊？